上一集回顾，在男主角的帮助下呢，成功的帮 Stone 还有他的钢铁军团呢击退了维京人，并且成功的让 Stone 呢加入了黑石军团。之后他们才发现到，原来有一批的钢铁军团呢，他们产生了叛变，加入了维京人。当男主角跟他们打斗起来的时候呢，炎亚纶就出现了，然后他就当着他们全部人的面前唱一首《不是我》。后炎亚纶就收服了他们当中最勇敢的两个人，而其他的通通把他杀死。才发现原来这个炎亚纶根本就不是好人，只要是弱者都不放过。过后炎亚纶就派了 Holden Cross 还有另外一个女子名叫 Messi 的人呢，两个人带着所有黑石军团的所有兵员冲向了维京人的营部。所以在这一集我们就要攻进维京人的堡垒，到底这个炎亚纶什么时候才会开演唱会呢？我进来哇！今天我们 Part 3好像是这个骑士的这个故事模式的最后一个关卡吗？喂，给我用那个什么啊，那个炎亚纶这样子啊，看守者顶啊，又用回之前的那个。我现在等级是多少啊？剧情的等级13了，来咧。噔噔噔，能打？这是什么？ I have questions. 我有疑问。他问那个炎亚纶呢 ？Master, why this fortress? 为什么是 ？It looks like it's just a storehouse. It is. And that's why we're here. 什么原因？里面有宝藏是什么 ？These barbarians. They seem like they're good. 可以看一下他的脸嘛？这女子。They embrace each other like they were all kin. 不要摸我了，你为什么他这样高了？But that is all a lie. 他们就拿着他们的刀自相残杀？为什么自相残杀？你讲咩啊 ？If there are wolves among them, 有间谍吗？他们，我们不应该解放他们吗 ？Should we not set them free? 什么意思？上一集说什么意思？ Now I have new questions.越来越多疑问 ones that were much harder to answer. 越来越多疑问了。哇，这大哥！哦，不要带他们攻吗 ？Keep the ram moving. So, being a skeptic was a death sentence. 什么鬼 ？But doubt is a part of integrity. 这什么呢？完全没有这个人啊！他每一个人物他的招数又不一样，我怎么记得到？级别，哇哇哇！再攻啊，再攻啊！哇，攻上去吗？杀死敌人。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to protect the ram. 正多，全部要杀。And hope. 喂喂，还谁还谁 ？Go go go！ 哦，要保护着我们的那个车啊！喂，快点要带我们车走。风，喂喂喂，这个，锁点啊他！我一直要在这格里面，这个车才会走啊。喂，走快点！我可以叫他射炮了嘛？不会射炮了没？ For the crew. 快点啊！走！太多人了，这里！我不要打我的车，不要打我的车！哇，挡哦！我怕你啊！喂！我不要死！哇，好多人哦，在前面，很多人是吗 ？Go， 怎么来？我都不知道丢什么，丢石头啊！哎，喂，这么多，哦，咚，几十个，这几十个怎么打？要挡啊！哇，要打了，快点，太多兵了，来不完了。快点！一直跑进来，进了！快点，我们挡了！我丢你挡我，这什么？逆流了，按到手酸，他都来不完了。来！哎，谢，目标完成了，目标完成了。哇！过去！哇！快点！要做什么？上去啊 ！Go！哦，放下来！砰！还不够啊！喂，又来了，又有箭，又有射箭，喂，卡住了，
这什么？哦，上面被堵住了，那剑顶住了。不是应该叫小兵上去吗？惨了！哇，我们的 boss！ 哇，金色的龟！我生气了，他我！你顶人，你抖音狼！喂，打 boss 啊！哇，好像刀那样子的他。雷神了哈！我惨了！哇，跳了！哇哇哇哇，很痛！哇，很厉害这个！撞他先，撞他的盾，盾走！喂，你做什么？跳舞啊，刚才！体力啊！他太多体力流了，撞他！他太多体力了，哇！他这什么鬼呀、啊、的？以为我打不过你的盾啊？哇！很痛哦！哇！开啊开啊！哇！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你再跟我打，你这我跑你就哇！哎呀，电脑有一点摔跤，哎呀，狡猾、啊！炎亚纶，你要救我了吗？那个人呢？不掉，给我你的剑啊！头痛啊！哇，这什么东西？是谁的兵来？哇！什么东西？我们攻进来了，已经意味着末日降临哦！哦，这些维京人。他、啊、这个骑士是打维京人的，不是第一次。哇，又左又右，哎，旁边那个，谢谢你。要走去那边啊，可是上面有射箭，这可以直接进去嘛？对，喂，你不要抢我的风头啊！你们走那么近做什么？哇，很多人哦，到，哇，很多啊！打小兵线，打小兵线，喂，雷后面一个人打我了。喂，你等啊！你做什么？拿着你的刀做什么？我不是知道你在打哪里。好屌，小兵啊！ Okay. 这弓箭手，你看这个排队在那里等我，排队啊！来拿号码，要看病是吗？要挂急诊啊 ？Hello， 来，朱慧云下一位，李蒙顺最后一位，诸葛亮什么鬼啊？你是诸葛亮咩？全部在那边等我啊！这是往内城门啊，这里我是谁了？哇，还又是你呀、啊！哇，那边有叫狗、哦，这不是太良知？哇，这维京人哦，所以说如果我选维京人，我是用他、啊。哇，这样多只哦，是一只而已啊！哇，很凶哦，惨了，这样多只怎么办？那怎么办？走吧！哇！再跑出来，砍了死了吧？他这次这样跑，怎么砍？砍不到他的，他一直跑了。你看，砍不到了，冲过去！别跑！不然他们一直跑了。打不到，上！哇！我还要挡狗，还要挡他哦。砍他了！砍了两只，这么多字、哦，要等他来打我，现在我才可以攻击他。我挡他的时候才什么挡？看，挡了就喷在地上啊！挡，哈哈哈。OK。哇！哎，杀完了，剩下你啊！你又来了，他每次出这招了，混他！哇！很痛！只有他而已。哎 ，Come on， 闪！又来他，打不到他，闪 ！You， 他又叫狗啊！顶啊！快，他哇，他又叫狗哦！喂 ！No， 打！他一直叫狗。来，你可以更光明正大打一次吧。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我的仇恨满了，我要用我的仇恨来砍他，要挡到我仇恨。哇！
哇哇哇，手快，哇痛啊他，哇喂，狼狈啊，滚出来啊，诶是什么，为什么要拉着他，叫他先走啊，找险，趁谁叫给我，一定是很厉害的，快收工，一刀一死一只，我不知道那天是什么困扰着我，哇全部火灾啊，他很惨的，他没有路跑了吧，他哇那家园，为什么守护者应该是守护弱者的不是吗，炮王也讲啊，可是为什么他被那个黑石的人，那咬不能是坏的啊，为什么他还不想，那人家家破人亡，诶这宝不是咬破人的吗，谁的，是他的、啊、拿去卖给你160块钱，不要啦，给你折扣4.99块 OK 咯，是吧，哇这是啥子，没有狗啊，这是来啊，他生气了，他真的生气了，这是什么，哇生气了，哇他生气了，他顶哦，哇哇他很气了，他出去，哇这样可以打他，不行他很气了，他哎呦没有体力了，没有体力了，先打他，先打他，存我的那个仇恨值，哇这什么呢，他哇他要给我爱的抱抱啊，砍告他，爱你的抱抱是吗，哇三，打 OK 就我的仇恨什么时候了，这样子你看，这样子神到底是不是什么时候啊、他的仇恨满了，他的仇恨满了是吗，哇哇找线，喂放古吧，放古吧，哦够 OK 我跑我跑我先跑 OK 没有仇恨的，喂哇他这是什么鬼招，我很痛哦，哇他很气哦，他哇他生气了，生气是吗，哦他要死了，他要死了，出我的招，踢，喂我出招，等我出完招先，你不要在这边，你不要，你给我出完招，我出招他会开手在那边迎接大自然，然后就不能动，直接给他砍死，我不要出招就该早就给他死了，我还出完马了，又来啊 ，Go， no not today。Not today 打，哇过了，发杀了发杀，又来给我爱的抱抱，后面砍掉他啊，爱的抱抱是吗，哎呦累啊，很累啊， You fought well， 打得很好， To hell with you， 这是点你好，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亚破人才是 boss 吧，应该诶这不是 Messi 吗，踢球踢而来这里 Messi Why are we here， 我们来是干嘛，为什么我们要摧毁人家的村庄， I think you know， Famine 荒饥， This place houses their seed grain， 饿荒什么， There will be no new harvestBy winter, they will be killing each other over what little food is left. 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先把他给杀了，这样子的意思吗？这也不应该把他们杀。这是什么？我曾经立誓，我要帮助弱小。To fight for peace. 对呀、啊。现在我守不住我的承诺。这样我有这东西有什么用？All of you， 你们全部都是，他这样就退出了吗？然后，然后，啊，没有的吧？结局的吧？这是骑士结局吗？是什么？不应该打他一下子吗？这个，哎，我这活流啃，整个游戏没有半个人看到脸，只有他一个而已。
What do you imagine the clans would do if we blew it all? They'd starve. Die. They would unite. But leave them scraps. Just enough for two, maybe three clans. They will fight each other over what remains. Among them will rise. 恶狼最初心，他一阵战争干嘛？太深奥，建筑完，哎，找到那个猪了。 对，他退出了。这个是什么狗屁呀、啊？这个是什么狗屁结局呀、啊？啊，哈哈，他帮他那个炎亚纶打了完，全部杀了完的时候，他自己退出。这里不会不用玩，一开始。<笑>好笑，这个游戏的战略模式。Did not take long for my lesson to spread across the whole of Valkenheim. 完了，第二章是用维京人的，又不一样的他的那个招数了。<笑>你们还想要看吗？那如果你们不想要看的话，这一集就是最后一 part 哦。那想要看的话，来个 share 啦！我们这一集先到这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笑>